我是钢木观点车长的109年1月19号，也新北环状线中原站，12:25，所拍摄是看我新北产品的捷运列车准备关闭车门，关闭车门，有没有？新北产业园区，下一站板新。下一站板新站。Next station， 板新 station。新北产业园区的捷运列车驶进板新站。开往新北产，有点暗。开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捷运列车在板新站停靠，准备关闭车门。好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如果喜欢片，干嘛赞？你们多多对我们的激光片。拜拜！开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捷运列车中音量系统钢轮钢轨式捷运列车，在板新站，板新站驶离。刚刚自己就那再见。啊，终于换成那个双边月台式，是吧？刚刚自己再见。